我们现在就坐着这个电单车飞车。那个头盔是谁的？坐着挺挺的战车在澳门飞了。你看，坐电单车就是要这样子，左叉右叉的才可以在澳门走，不然就是塞死人了。好塞车嘛，唔系塞死人咩？专心搭车，不用车来呀。到了。对呀。你看澳门就是不可以乱，就是不，很多人都出去买菜啊什么的，都搭电单车就是比较方便的，搭电单车真的是比较方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 Hello， 我是敏儿，我是他朋友。今天呢，我们就约了好多朋友打火锅，现在就去买那个材料，对，买材料。然后呢，就是因为现在呢，就是很麻烦，出国北买菜的话应该会便宜一点，是不是？但是现在没办法，在澳门先买。去看一下，这里是买冻肉的，我们现在要买一点鱿鱼回去。没有，快飞走了。其中这都是30块一盘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来到这个菜档，要打火锅，剩菜是少不了，剩菜6元。这白菜仔都好靓，白菜仔就9蚊咯，一磅，10块3包的蒜头。婷婷买菜就是挺好的，平时就是精打细算。哇，买咗好多菜。呢个边个嘅？你嘅计咗啊？计咗我。现在我们只买了菜，还有一个鸡，还有那个冻的牛肉，这些东西就已经多少钱了？加起来差不多400多块了，是不是？400块钱了，然后还没有买海鲜，还没有饮料，这些挺贵的。在澳门消费就是这么贵。哇，花的眼睛。好，在哪里啊？这些不用拿啊？真的就不用找到的。我们放头盔在这边，人家就知道有人了，在这边也不会有人拿。对，就不会拿我们。我刚刚都有一点怕。婷婷就说在澳门消费真的是挺贵的，所以内地人真的是很幸福，是不是？现在我们只买了菜、鸡还有啤酒，然后就是那个肥牛那个丸子，海鲜还没有买，已经用了多少钱？已经差不多用了那个用了600块了，已经差不多用了600块钱，海鲜还没有买哦。澳门的海鲜是最贵的。